木作质感的时钟、造型马克杯，还有咖啡色皮革的沙发，这些都是丹麦知名家具品牌 Bo-Concept 的代表作品。而这些经典家具的元素，现在也出现在这辆 Smart 车上。最特别、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它的内装设计。你看它内装设计里面呢，就是用温润的皮革的质感，所以呢，就好像自己坐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一样。坐在里面呢，或是你开着它上路，你就觉得好像把自己的家开出门一样，非常非常特别。Smart 一直都是时尚微型车的代表，在路上也是目光焦点。现在有了 Bo-Concept 的加持，时尚风潮更上层楼。这次推出的 Bo-Concept 特试车，在外观上以最能代表北欧风情的白色为基础配色，后视镜加上莱姆黄做点缀，除了吸引众人目光外，也有警觉提醒的安全考量。内装设计更是 Bo-Concept 的专长，两张座椅使用咖啡色温润皮革，双色的中控台、方向盘、车门饰板都搭配黄色滚边车缝线，营造内敛中带有活泼的视觉感受。当北欧家具的简约风碰上时尚微型车，擦出的火花就是要让你体会开车上路也能有家的舒适感觉。